恁上尾一个节目，我不应该上尾一个表演，因为咧今日是咱咧属于表演团吼，我听到是上歹一个。啊，就是问我排上后壁的原因，敢知影啥？啊，唱啊这么快，安奈要排上后壁？伊讲吼，我伊是安尼讲啦，我是安尼想啦。伊讲，我若唱头前吼，我唱了台湾都了了。所以来好拢放伫头前，啊歹放伫后壁。OK， 这条歌是伊是咱的宝贝，是南州写的曲，甲写的迄词。咱敢有人知影讲这个伊是讲什么物件？伊是一枝花，啊伊是台湾的领主，迄是上重要。咱这条伊是咱的宝贝。Okay, let's go.